发生什么代志，秀霞？啊，你来伫遮嘞？阿嬷，你去过遮侪庙，拜遮侪神，结睏的时，煞拢无平安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伫睏眠梦尔呐。阿嬷，你去庙里拜拜，求好运的神要控制咱，只有耶稣会拯救咱，予咱自由。咱台湾人哦，唔免你阿斗个神伊耶稣，你去睏。阿嬤，你好好睏啊。阿爸天父，请你帮助头的，唔通阁伤害阿兄，嘛会当予阿兄莫阁签着合彩啊，嘛请你帮助阿爸甲阿丽啊。因的感情会当较好嘞，予因的心软软，会当受感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小吉，我们今天去游泳好吗？我今天想去游泳。咱就要想办法，看会当互恁阿哥吼离开遐个干那要食唔讨趁遐个朋友。阿爸，我会替伊祈祷，请耶稣带咱斗三工。你敢真正相信你伫拜迄个外国神耶稣吗？是啊，自从吼我信耶稣、读圣经了，我的性命就拢无共款安尼。啊，要帮衬啊！加减啦，啊，咱吼就知影咱有一个外壳就好啊。阿爸，信耶稣真正好啦。哎，今仔咱就开始知影吼。对啊，今仔财政开奖，你看卖。哎。够大讲。啊。那就无对呢，无对。无对啦，啊，无对啦，无对啦。会讲代志啊？会赶紧来走。是哦。要不走？哎，阿头啊！明仔载一个时间就要行我。啊，我明仔载就行你啊啦。哦，要明仔载要行我。嘿啦。啊，若无行我，来跺脚跺手我。问啦，我明仔载一定行你啦。够有影？真的啦。阿丽啊，阿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咧甲你讲，你都无咧听哟。你是嫌我伤老哟，袂当做恁翁哟。阿爸，你来拢无咧厉害啦！卖遮歹啦！你是歹的东西，安尼来听，大家就做许代志安尼。我叫伊卖着许个代志。阿即摆是咧甲我教哟，你要甲我讲一寡耶稣的故事哟。阿爸，我会甲教啦，伊只是足想厝的，所以心内足艰苦的。伊是我用钱买转来呢。爸，伊是安尼，你疼惜伊，毋是安尼甲吵架啦。
俊啊，啊你这面卡安尼？啊，着目口欠人足侪钱诶，啊无用人，人要剁脚剁手啦。剁脚剁手，啊你即马是卡来搁边安尼？我卡搁有迄钱通互你。唉。玉婷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个人，伊足好个，啊，伊身躯嘛足勇诶。啊，毋过伊足可怜诶，拢无朋友。伊诶名叫做撒该。撒该伊真有钱。有一日吼，耶稣去到一个所在，足侪人拢足想要看伊诶。撒该伊嘛想要看伊。啊，毋过人有够侪，撒该伊阁足矮，伊看袂着耶稣。后来伊发现讲有一丛树啊。伊专爬起哩树仔顶，想要伫树仔顶等耶稣。伊会当爬起哩，表示伊个身躯绝对是足好个。耶稣来到树仔下，伊举口甲撒该讲：“撒该，你紧紧落来，因暗我要带恁兜。”撒该全足欢喜个走落来，暗过足侪人拢足生气个，因为撒该个遮有钱，是因为伊拢甲大家捡东西，互大家生活拢足歹过个。迄个时阵，撒该阁徛伫耶稣的面头前，伊阁甲耶稣讲哦：“我要将我的财产一部分帮助遐个善恰人。假使讲我若有讲歪，甲人骗，我就要四倍还伊。”耶稣伊阁甲撒该讲：“今日叫要恁家恁兜，我来就是要拯救还阁有超多失丧的人。”玉婷啊，今日故事讲到遮。你想是安怎撒该会改变呢？因为伊有拄着耶稣啦。是啊，因为撒该伊有拄着耶稣，伊知影伊毋对啊，所以伊的心内足艰苦的。虽然伊的外表看来是足有福气的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是足空虚、足可怜的。我敢撒这一份，会使。爸，欸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这个故事的答案？嗯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对阿丽也无好，我嘛无帮助恁阿兄，我足济足济代志拢无顺利，我心内无平安。我看你吼，拄到遐尼济代志，嘛是遐尼快乐，也无烦恼。阿爸，再等我回来，咱再过来讲。我即马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去接。你搁相信我一遍啦！我一定会着死青啦！无可能啊！你钱无先还我，我哪要搁借你？啊！我想着啊！我阿姊吼，足好个啊！我会使甲因兜个阿伯门甲开开。嗯，啊！你着揢我倒，啥叫我去揢？阮兜个人唔相信我啦，伊会认为是我偷客个啦。嗯，啊，我嘛无相信你啊。再把车开回来，我一脚袋也袂记得摕出来，你入去帮我摕好吧？好啊，啊，你放伫倒？放伫桌仔脚。